家庭版石锅拌饭，米饭，然后放胡萝卜丝儿、菠菜，那叫西葫芦，豆芽菜，豆芽菜绿的，就放吧。五花肉，可算对一次。谢谢，够不？够。这个是灵魂。你又吃这个了？无菌鸡蛋必须放。那石锅拌饭不放它能好吃吗？放入拌饭酱。多了吧，一锅饭呢。拌匀，拌一会儿，拌好了，然后最后撒上点芝麻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超级宇宙无敌好吃，太绝了。你们要来一块不？